君子兰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。君子兰能够释放氧气并吸收不良味道，就像是一个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正人君子，很适合在家中养殖。那么怎样养好一盆君子兰呢？君子兰最适宜的是疏松肥沃的中性或者软酸性的腐质土，最好每年换一次土。君子兰最好使用陶土花盆，透气性好。君子兰并不是喜欢光照的花卉，夏季要遮阳，冬季需要充足的光照，春季每天浇一次水，夏季早晚各一次，秋季每隔一天浇一次水，冬季一星期浇一次。春夏两季是生长季节，需要的肥料就多一点，秋季和冬季比较少。肥料最好选择有机肥。君子兰即将开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君子兰对光照需求量会很高，一般需要接受6个小时以上的散光照射，才能使君子兰更好的开花。